维珍老师哈，今天整场乐团呢最辛苦的是我们 keyboard 手老师哈，老师，后盖讲话较大声嘞，压力较跳舞好，啊，今日是咱一年一度咱的农历七月七十日，嘛是咱的平暑宫哈，啊，要来宫就着咱的开封府炎罗天子，咱的七股千岁、马武千岁、下凡将军，甲咱的燕牛夫人，甲咱地藏王菩萨，圣诞千秋的好日子哈。啊，伫遮，我要代表咱的董事长、新闻三董事长，甲咱全体党干事，甲咱七股千岁，咱的正楼主，咱的吴文兴，啊，甲咱七股千岁楼主新闻三，甲咱的杨无天主正楼主，咱的张丹美主新路，甲咱的杨无天主楼主。建明，跟咱大里亚正楼主杨坤川，跟咱大里亚楼主单科单教课哈，啊，跟咱地藏王菩萨楼主吴文静哈，来欢迎到咱所谓龙华庄地主，来所谓神奇大殿空朋友来跟咱现场参悟智慧哦。那接着下来，我们邀请我们的 keyboard 手老师，来自我们台南的曾奇奇，来，慈禧老师要来安排这一首。好听的歌曲，好的，接下来我使用歌曲《基舞国中国统外》，谢谢。我想你最美丽。